但看起来是爱玩这种。哦，我喜欢。对于我自己的人生，我没有要一定要逼我老婆或者我女儿也一样，但我是觉得我有一个机会生在这个地球上，我想要体验这个地球有的所有能体验的啊，就是我想去北极超级冷的地方，我也想看看火山，活的火山就在那个边，深海也想下去，天上也想飞，就我想看一看，我来都来了这么美好的地球，对，好奇心。但我老婆是反对的，我老婆是生命在于静止，我就稍微慢慢，一切都是放松放松。像我以前带我们一家人去了一个游乐园，我老婆是绝对不会坐的，她那个过山车第一次坐的时候是有一点害怕，但坐完了以后她就是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，她就开始说服我们周围的所有的姑娘，你们也跳，你们已经来都来了，真的不怕真的不怕，我都跳了。